佛的果报下面说了，从百千亿福德所生，这是因。下面讲果，住相庄严。这一句是果报里头的总说。佛陀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众生福薄。总是与一切众生现同类身，同类身里头比较好一点。32相80种好吗？同类身里头的好像啊，经中赞叹佛的报身。华严经里面奴舍那佛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身有无量相啊，相有无量好啊，不是32相80种好啊。这是如来果地上境界，给我们凡夫说，我们凡夫也没有办法理解。啊，我们能够对于32相80种好比较上能够理解一点。啊，能够体会到一点。啊，世间有智之士，啊，就如同阿难尊者，见到佛的相好光明，发心向佛学习啊。啊，这是把果报展现出来。你们看看这果报好不好？如果你觉得这个果报好，你也想要，那你就要像佛菩萨一样啊，修因，因缘果就满了。啊，你不修因，这个报，啊，这个果报是决定得不到的。